纸和纸箱，就拿两个纸箱。我也想休息，不能休息啊！我现在他们那待五个小时，好了，我现在今天早上5点钟过来。大鹏现在灰尘大，灰尘那么大，都没有抽烟啊。有三道啊！等一手，我应该搞点小工钱给我搞一下。是，他们垃圾几十个人，怎么都好安排。我们是没办法，知道吗？那挂不得，他不知道啊，他独立船，他一个人去做啊，叫他一个人做，一个人叫他发货回去拿。好，都是左边的，不留啊，都是左边的哈。要搞那个大票的。吃饭是不是你？5-6吗？5-6吗？等一下再看喽，我问一下那车队怎么讲。那有没有带防御嘴过来？带了。很贵，几十块钱。他早上都讲了，那个不，你全部瓜子他看得出来。不是我的意思，我跟他们讲，就是上面这的瓜子片，对，一块10美，可以用的，真的。不是你不是还记住要几啊？他俩等下来听一下吧，听听啊。好，行。